这个性感的女人为了勾引富豪，每天都坐在望远镜旁窥探富豪的一举一动，并记下富豪的生活习惯。得知他对红酒感兴趣，就特地选在富豪去超市的时间到超市买红酒，并以不懂红酒为由请富豪帮忙。由于小美娇艳的容貌，富豪并没有拒绝她，而是细心地向小美介绍。女孩离开后，富豪恋恋不舍地望着。正当小美在门口等车时，富豪向前搭讪，想要送小美一程。富豪将小美送回了家中，然而小美却在门口迟迟不肯进去。见状，富豪又把车倒回来，了解到他刚和室友大吵了一架，现在进去只会让矛盾激化，这让富豪有了可乘之机，邀请小美回自己家坐坐。果然是间豪宅，光收藏的红酒就价值不菲。他向小美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，并表示已经卖掉了这一系统，进入了退休状态。而小美说自己以前是一名模特，但由于不喜欢被当作塑料模型一样被人参观，就选择在一家酒吧工作。几杯酒后，两人的气氛变得十分暧昧，紧接着进入了正题。第二天，小美不辞而别，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里。然而富豪却对小美恋恋不忘，晚上便来到他工作的酒吧，向他倾诉自己失败的婚姻。小美非但没有介意，还开导起富豪。两人走在下班的路上，小美向富豪坦白自己是一名孤儿，有着悲惨的童年，这让富豪感到十分心疼。就在二人要离开时，却发现有个小偷正在撬自己的车。富豪见状上前理论，而小偷却对小美出言不逊。小美一个酒瓶扔过去，但这却激怒了偷车贼，他一个箭步冲过来，富豪为了保护小美挡在了他的前面，结果却被偷车贼打断了腿。就这样，富豪顶着石膏被推回了豪宅。小美由于愧疚表示愿意留下来做富豪的贴身护士。于是小美回到出租屋收拾行李，室友得知她要离开，就和小美大吵了一架，还揭露了小美为了接近男人处心积虑。小美只好向他服软，说她不久就会回来。就这样，小美如愿住进了豪宅。这个女人正在洗澡，而男人却翻起了她的包，不小心弄出了声响。小美面对男人的行为并没有选择责怪，而是扔出了浴巾。第二天富豪醒来，发现小美并不在身边，当他四处寻找时，却看到了一则遇害新闻。富豪一下就认出了那是小美的室友，这让他感到了有些许的不安。这时小美回来了，原来她只是去买了份炸鸡。当富豪告诉小美室友遇害时，小美却异常淡定地说 Because I'm the one who killed her。这让富豪感到毛骨悚然，小美也不再隐藏，坦言这两个月以来，她一直在监视着富豪。正当富豪想要报警时，却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。原来手机早在他睡觉时就被偷偷的拿走了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小美拿出手机锁住了所有门窗，就当富豪打算抢回手机时，小美拿出电棍直接将他电晕。富豪醒来时已经被绑在了轮椅上，小美拿起电钻一套严刑逼供，问出了银行密码。但这还不够，他还将富豪的家中洗劫一空，各种名画全部高价卖出。富豪还发现来搬画的司机正是打断他腿的偷车贼，他们是一伙的，而自己早已是困兽之斗。而这正被不远处的房东看得一清二楚。房东趁着小美外出时，偷偷来到房子外，搬起石头砸开窗户，爬进屋内，准备敲诈富豪一笔。I want $100,000. $100,000.Okay, well that was too fucking easy, so now I want $200,000. 可是此时富豪已经没有钱了，只能将墙上价值几百万的画送给他。房东这才帮富豪解开绳子。当富豪让他报警时，房东却执意要等他走后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响声，小美回来了，他将房东锁在了房子里。无奈下，房东只好拿起了餐刀抵抗，可小美却拿起长刀将房东逼到了楼上。这个女人提着8米大砍刀出现，用手机打开音乐，享受着猎杀时刻。房东无处可逃，只好逃进车库。小美微笑着给了房东致命一击，而幸运的是，富豪借着绑带缺口挣脱了束缚，逃出了别墅。但是车门已经被锁上，于是他一瘸一拐地走向了家里的雪地摩托，好在还能启动。他骑着摩托一路狂奔，但由于情绪紧张，一不小心撞到了石头上，富豪被甩到了马路上，差点被驶来的汽车撞到。司机将富豪扶到车上，还用自己的手机帮他报警。就当富豪以为自己获救时，车子又回到了家门口，接电话的正是小美。富豪又被带回了屋里，原来司机是小美的继父，他们想要的是那几千万的无记名债券，知道富豪是不会乖乖交出来的。为了取出债券，继父将富豪的手指切了下来，再伪装成受伤，将手指固定在自己的手上。就在这时，富豪的妻子竟然带着女儿来到了别墅。当妻子看到地上的血时，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，可是已经为时已晚，他们将一家三口关在了一起。随后小美二人驾车前往银行，继父察觉到了小美与以往的不同，但是他并没有承认。与此同时，富豪发现女儿可以通过通风管
管道爬出去，这是他们获救的唯一办法。两人来到银行，假装手受伤骗过了职员，并通过了指纹识别。就在二人激动地打开盒子时，里面并不是债券，而是一张纸条。原来债券已经被前妻转移，这意味着小美很快就会回来。好在女儿手脚麻利，赶在二人回来时打开了门。三人分别躲进了小黑屋，富豪利用自己熟悉地形偷袭了继父，但是由于受伤太重，还是被击倒在地。小美用枪指着富豪逼问前妻下落，继父催促小美开枪，但是他还是心软了，枪口对准了一旁继父，他杀了一直控制他的继父。正当小美愣神时，富豪抄起斧子砍向了小美，他夺回了手机，关掉了房间内所有的灯，并报了警。他利用手机声东击西，消耗小美枪里的子弹。就当小美走进前妻与女儿时，富豪和前妻为了保护女儿和小美扭打在一起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小美中枪了，而开枪的正是富豪女儿。出门在外不能贪恋美色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。